俗，所以尽量少说话。今天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自家的聚会，家里人聚会，不是对外的，所以也得讲几句话。啊，讲什么？修佛70多年，我26岁开始修佛，30岁是出家。出家之后，在海外的时间多，纵然是回来过年，也是匆匆忙忙。现在大家不问，我也都要讲。今年在台湾过年，这是好几年没有回到台湾。前一天，一个老朋友，38年，同一条船到台湾。前几天走了，我这次在台湾没去看他，他住在病院，加护病房，我不愿意去看他。还有一个老同学，初中的同学，周成堂去世，也走了。过年去世聚会，来的朋友每年都减少，我们学佛的警觉性比较高，什么时候该来到我？这不是不吉利，这是事实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要早做准备啊！同时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看到往生的欲知时知之有好几位，很难得。年岁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万缘放下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最后都感应到阿弥陀佛的戒言，看到极乐世界啊，来给我们说他的状况，我们听了很欢喜。最重要的，我们自己要能够真正做到生死自在。像刘素珍一样，他们姐妹两个，刘素云讲无量寿经讲得不错，乐音送来我听过，讲得很好啊。他常常感到这么好的法门，这么殊胜的成就，这一生如果错过了，那叫真可惜。
往生并不难，所以他就想最好有人发现表演给我们看看，没有人敢表演这桩事情。他的姐姐听到了，告诉这小人呢，我来表演，表演念佛往生。一个月的时间真走了，阿弥陀佛给他的信息就是时间什么时候来接引呢，去一秒钟都不差。我们要把这个抓牢，抓牢就是了生死，这个六道里面轮回这个事情我们总算摆脱掉了。凡是念佛不能往生，不舍念佛不离，念佛这是你，是你自己还有放不下的东西，还有牵挂，还有留念。只要有一桩事情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极乐世界这一生你没份，非常可惜啊！我希望什么都放下。我们这个道场，希望这个道场将来是西方极乐世界最有缘的一个小道场。在这个道场的人，个个都能够往生，个个都能够见佛，佛来接引。秘诀没有别的，我这一生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以为宗教都是迷信，所以对宗教没好感。走到宗教，走到佛教里面来，是方道美先生。我本来原本是跟他学哲学的，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很惊讶，我说佛教是迷信，他说怎么会有哲学，他说你很年轻你不懂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才是这个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是这个老师把我接引到佛门来，我跟他三年，第二个老师张家大师，我们这边都有照片，大家都可以看到。方老师引导我入佛门，怎么样才能够证果？念佛往生是净宗的证果，一定要把这个摆在第一。不能把这个放下，往生就靠不住。什么
么时候放下？当下放下。这是安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没有两样。无论哪个法门，你要成就，都要彻底放下。啊，所以我说，方老师介绍我佛法，张家大师教我入门，我向他请教，我说怎样才能够得力，功夫得力，那就是修行。我也常常讲给朋友听，我提出这个问题，要求老师佛门修行有没有很快的方法，就让我得到。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他看着我面孔很严肃，我也看着他，我等他回答我，看了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没说话，这我们两个眼睛对眼睛看一个重点，说了一个字，有。有，我们被惊动了，这下要再用心听了。他又不说话了，等了半个小时，前面等一个小时，后面等半个小时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六个字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要遵守的条件，必须彻底放下，你才能到极乐世界。这个世界一样东西不能有，任何一样再小的东西都会把你拉到出不了三界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这比什么都可怜。所以要放下了，喜欢的要放下，讨厌的也要放下。不管你是怎么样，只要你有一桩东西，喜怒哀乐，你也不会放下，你就去不了。所以我们要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处事待人接物，善有恭敬，不善的都有，冤家对头也要用善心接待，修行，信愿行，有信有愿，愿是决定求生净土，清净阿弥陀佛，愿行愿，还有行，行就是这一边彻底放下，这叫行。怎么个方法？不要放在心上，不是说不要放在事上，事照干，
特别是为大众服务的事情，为利益众生的事情，我们要多做，要真干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事情做完了，不管善跟恶都不放在心上，这叫放下。比什么都重要，心里面只放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不要，这叫真修行。这叫真有道。什么时候放下？当下就放下，根本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才有跟阿弥陀佛感应的条件。那一边是通的，没障碍的，障碍在自己。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张居大哥家师给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看得破，了解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是空。万法皆空，你自己以为是有，有是错误的。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，把佛这一句话证明，我隔了有一段时间没上山来了。山上最明显的有个小店，我今天仔细看没有，图文化变化也很大，这个小店不见。以前我们在那里过，总是在那里喝一杯茶，吃一点点心。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隔这么久了，这小店本来没有，现在还是没有。啊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弹指。啊，这一弹指，一秒钟，一秒钟。一弹指的时候，这一秒钟还能再回来吗？什么再回来？我再回来，我还能回来？不能回来，老了一点了。这里有生老病死，跟死亡又接近了一天了，谁都摆脱不掉。不喜欢听，但是事实真相，你没办法摆脱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那佛教给我们的，比量子力学讲的更严重。量子就是一秒钟找不回来了，一秒一秒过去了，你能不学吗？他没有了，你得要跟着他学，他没有，我也没有，就对了。他有，我也有，麻烦就来了，要丢得干净。华严经上佛用的，也用佛家讲解弹指。一弹指有多少个生灭呢？
就是生灭现象了。有32亿8000年，就是你的念头，阿赖耶的念头，多少个念头从这里通过了，多少个念头，32亿，在100个千，乘100千，这么多的念头，这些念头就都是生死，都是轮回，这个你要知道啊。所以我们最好把最好的念头是阿弥陀佛，没有比这更好的啊！居然真有人做出来了给我们看，我们想的时候这都是阿弥陀佛来表演啊！找这些不是佛教徒，不是修净土的，他念佛也能往生。是来做给我们看的，是来帮助我们增长信心、愿心，彻底放下。啊，所以世间事，无论是人事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随他去吧，不要再碰他了，碰他把这个机会的时候又断掉了，这叫真放下啊。佛家讲的信皆行证，信有，结也有，行就是彻底放下，不跟任何人计较，更不能跟自己计较。希望我们同学将来在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莲池海会，我们在那里去求，这是功德圆满的。老家在哪里？老家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无量寿，极乐世界没有生灭。一弹指32亿8000年，我们这儿有，极乐世界没有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它叫极乐，我们因为有，每年我觉得老朋友总是有几个走的，感触很深的，一个一个走的，所以我到这里来帮助大家，我们一同提醒，人间是假的，随他去了，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们表演给他看啊！大家在一起讲经，他要听，听他不相信，佛他也听，他不肯念，还是念着名闻利养，那就随他去啊。最后离开世界走了，这是事实真相，我们看到了，要发大心念阿弥陀佛之追，我要跟这些已经往生的人一个个有最好的表现，真实不虚，给我们做好榜样，我们要跟他学习。
尤其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，灾难从哪里来的？我们学佛的人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佛给我们说，祖师给我们证明，这个世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心是真的，识是假的，识是妄心，妄心有生有灭，真心没有生灭啊。真心你们这些相，像刚才讲的华严说的，业贪痴32亿8000年，念念，你要什么有功夫不把它放下，念念都是一个生死的业因。我们怎么修？这一天过去了，丝毫印象都不留，告诉你啊，好的事坏的事随他去吧，他过去了，这一秒钟过去了，这一念过去了，随他去吧，不要去想好的坏的，都不想，好的一场空，坏的也是一场空，你去想它干什么？把这个念头拿来想阿弥陀佛就对了啊！希望这句阿弥陀佛260种不间断，我们往生决定有份。这是今年我们有缘在此地聚会啊，希望我们在一生短促的几年当中，我们年岁都很大了，短促的几岁月当中，依照方老师的引导，张家大师给我们的指示，还有许许多多已经往生的人做出很好的榜样，我们看到，我们抓到这些好的榜样，一分一秒不放松，信愿持念就对了，就没错了啊。未来我们的老家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人无量寿，一切万物也是无量寿，而且境界的变化随心所欲，我相信升到极乐世界了，决定第一个选择是选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肯定是把这个摆在第一啊。所以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，丝毫顾虑都没有，凡是有障碍的往生的，小心别上他的当，真的要彻底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好事不放在心上，假的坏事也是假的，善恶都不放在心上就对了，心上只有信愿之名。我这点新年的礼物
贡献给诸位同学，谢谢大家。